珠江夜游，欣赏广州塔，猎德大桥的灯光秀真好看。飞书带你游世界，飞书带你游世界。小弟好，我是生活在泰国的飞书，上期带中国的朋友夜游湄南河，这期是带泰国的朋友夜游珠江。我们事先提前网上买票，票价是148一个人，选了中大码头的登船点，但我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就是开车过来，结果这里压根就没有地方可以停车。最后我们开车的伙伴去找地方停车，等赶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登船了。买票的时候是实名制，需要输入姓名跟证件号，取票登船的时候还需要验证核对。上船了，跟上一期湄南河比，这里车的东西真的是太简陋了，一人就只派了这样一袋饼干，而且水都没有哦，还得自己高价买。上船之前在码头那里是有好些人在卖水，所以最好是自己提前买了带上来。
珠江两岸的灯光确实是比湄南河更胜一筹，但是这一次来了之后，下一次应该不会想要再来了。不过泰国的朋友看到了珠江新城两边的高楼大厦，就是真的赞不绝口，觉得中国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。 OK， 那听到这里咯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，拜拜。